鸡排，要煎的。煎的时间长了，我觉得油炸一下更好。炸一下外酥里嫩，我懒，那就用饼铛煎的。使者到家的大鸡排，每袋80克，放下了，多存点，放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了。它的鸡排都是整切的，基本上3分钟差不多。煎的时间长了就有点老，像我这样的。29.9到手11包，放了芥末酱。我煎的太久，有点干巴了。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，翻一翻冰箱，就有很多想吃的东西。冷冻保存12个月呢。我觉得太干巴了。